宗盛的歌是什么？不什么 ？Toby Lai？ 不算吧，倒还好，不太算哈、哦。对，不太算。他是以前小时候看，有时候有八点档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有时候会配上他的。你说像凡人歌的，对对 对, 對，而且我们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很喜欢，然后小时候就听到。他真的在这个音乐界，他带到了很多的歌手，令他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个面相。是，可是又是那么自然，就是说有时候做唱片哦，会为了变而变，三张五张之后，好，我们来变一个样子，有时候变到。跟你其实不是很贴切，李宗盛真的很能挖掘人生的一面，然后带给大家。好了，看看这首歌到底会不会让李宗盛以外的人吓死？哎，十七岁女生的温柔，哇，十七岁已经很久了呢。谁管你啊？去唱歌啦！又不是女生，唱歌。我猜想，毕竟这是猜想。我不是女生，我早已过了十七。十七岁女生的温柔也，其实是很难割的。我猜想，十七岁的女生有温柔的心和复杂的眼睛。我猜想，毕竟这是猜想。我不是女生，我早已过了十七。我是男生，我是个喜欢你的男生。耶耶耶，我是男生，暗恋你的男生。No no no no， 我是男生，爱弹吉他唱歌的男生。我是男生，喜欢你的男生。十七岁女生的温柔也，其实是很难割的。我猜想，十七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温柔的眼睛。我猜想，毕竟这是猜想。我不是女生，我早已过了十七。我是男生，我是个喜欢你的男生。No no no。我是男生，喜欢你的男生。耶耶耶，我是男生，爱你的男生。美丽的女生。